周琦资料照，今日美国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身高216公分的中国常人周琦，本季风光加盟火箭，签下为期四年，总值约557万美元，约1亿6570万台币的新秀合约。不过目前为止，仅为火箭出赛过14场比赛，缴出1.2分和0.9个篮板，命中率也不佳，多次遭下放发展联盟。今天就有香港媒体推测，周琦可能会在2017-18球季结束后回归中国篮坛。周琦去年在 NBA 选秀会被火箭第二轮第43顺位选中，但为赴美挑战 NBA， 留在 CBA 磨练，场均有16分10篮板2.3火锅，帮助新疆队夺队时首冠，还获最佳防守球员。季后才与火箭签约，也让周琦成为自王治郅、巴特尔、姚明、易建联、孙悦之后第六位征战 NBA 赛场的中国选手。他在生涯 NBA 首秀贡献3篮板1火锅，虽然一分未得，不过当时还被中国媒体看好超越了前辈姚明的处女秀。该场比赛姚明全场仅摘下2个篮板。根据香港媒体新浪香港报道指出，周琦的 NBA 之路非常坎坷，日前他仅有上场过14次，而且大多都在垃圾时间，场均仅有5.4分钟，缴出1.2分和0.9个篮板，命中率也仅有16.7%，更多次被下放到发展联盟，前途堪忧。虽然周琦和火箭签署的是一份4年合约，但其实却只有首年的81.6万美元，约2400万台币，是受保障的。而从本赛季的情况来看，周琦很难在球队赢得一席之地，所以不排除他有重回 CBA 的可能。中国常人周琦资料照，法新社。